说，爱的誓言那么真，句句话儿都在心，放声大哭，为伤痛的心找条路。就算眼泪已干，像花儿一样凋残，绝不放弃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大雁年年在搬迁，今年大雁心儿乱，已被放弃，双翅无力落沙滩。就算落下沙滩，也与恶圈弱肉强食在林间。状元郎可有回音呢？回皇太后，他说还要考虑考虑。什么？堂堂公主下嫁与他，还需要考虑？状元郎说，此事得先告知父母，再做定夺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倒是个孝顺的孩子啊。老臣以为军州路途遥远，来回浪费时间，老臣定会再找状元郎，让他尽量早一点答复公主。随他去吧，难得有这样的孝顺孩子，不要催得太紧了，反正公主也希望在宫中多住些时日啊。臣谢太后。总算可以拖延一段时间，陈世美呀，陈世美，你不识时务，不会变通，非要死守着糟糠，害的可是你自己，也害死老夫了呀。秦香莲，秦香莲，秦香莲，开门，开门，什么？地保大人，你有什么事啊？秦香莲可以回来啊？没有啊。他不是跟着你走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他上山采药，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他。这不会吧？他那两个孩子呢？哎，韩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来投案还是自首的？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听说你回来好几天了。是啊。哦，那帮我二弟带了封家信。哦，对啊，说起这个事情来，我还忘记找他了呢。
快带我去找他。好。陈大哥。包姑娘。二弟。陈大哥。我家里的人他们都好吗？军州发了大水，伯母和弟妹都下落不明。什么？别担心，大水只淹了半个军州城，也许他们在另外半个没有被淹到。行了，宝姑娘，你怎么说话呢？陈大哥，对不起，我该找的地方都找了，该问的人也都问了，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下落。二弟，你去哪儿？备车，我要回家。回家？你现在是新科状元，还要等着皇上给你下官职呢。就是啊，陈大哥，此时你突然离开，怕是不妥。你不能这么鲁莽，不然这辈子的辛苦就白费了。但是，他们是我的家人，我怎么能扔下他们不管？我去，我立刻去军州。哥，你的大恩大德，世妹没齿难忘。二弟，请放心，我一定把你的家人给找回来。韩大哥，我跟你一块去吧，毕竟你交给我的事情我还没有办好。你不是才回来吗？我身上有鹿蝶，你跟我在一块会省很多麻烦的。谢过包姑娘。我现在立刻回家收拾行李，向我三叔辞行。韩大哥，你可千万要等我。嗯。学生叩见恩师。文正啊，此行辛苦了，来来来，快坐。为皇上分忧，不敢言苦。哎，坐吧坐吧。谢恩师。听说你一路赈灾救民，频繁冤狱，所到之处万众欢腾，三口同闸，赃官丧胆，真是好评不断呐。就连皇上也在不断地提及你赈灾有功啊。为民平反冤狱本是职责所在，这次回来是向恩师禀报陈州周边多受水患。哦，侄女凌轩随着我放粮之时到过军州，军州周边情况也不容乐观，甚至有的地方闹瘟疫，灾情严重，灾民苦不堪言呐。哎，包拯还望恩师能向皇上禀报，再放粮款赈灾。哦，水灾如此严重，怎么不见军州的地方官上报皇上呢？哎，灾区事务繁多，未能顾上啊。嗯，怕是又是庞太师的关系。你此行过去有没有查到庞太师私吞赈灾款的情况吗？学生略有所闻，每逢赈灾之时，庞太师必然广置田地，却又说是卖掉自己的宅邸而得来的。哼，但是此事疑点重重，学生已经派展昭去继续追查了。嗯，哎，凌轩可好啊？凌轩这个丫头是越来越不受约束了，但是武功是越来越高啊。哦，凌轩怎么没有来呀？我的小儿子还总惦记着她呢。啊，恩师关怀，凌轩他随了陈世美的义兄到军州去寻访陈家的家人。哦，凌轩怎么会认识陈世美的家人呢？哎，这个说来话长，我就长话短说。这林丫头陪我去赈灾的路上碰到陈世美的义兄韩琦，她听说韩琦武功高强，非要跟人家比试，还必须比出个高下。谁料到不打不相识，反而成了朋友啊。哦，哈哈哈哈。郡州大水，陈世美想找家人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吧。这场灾难妻离子散的
还不知道有多少呢。嗯，此事本相一定要禀告皇上，明天早朝就以你我的名义去向皇上禀报。啊，多谢恩师。军州大水，秦香莲会否死于水患呢？但愿老天助我，老天助我呀。二位，拜托了。二弟请放心吧。陈大哥，此次前往一定会把你家人带回来的。多谢二位。好，我们走了。告辞。再见。给快吃孩子啊，快吃。干奶奶，我想娘。地宝，秀才媳妇儿，那天地宝，你那宅子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也在想，能不能还上地宝的钱？这种人可惹不起啊！你有多远就躲多远。三姑，我也想过。可我得为婆婆守孝啊。老嫂子已经去了，这已经不是眼下最要紧的事，眼下最要紧的是这两个孩子。万一你真要出了什么事，你怎么对得起秀才啊？三姑，你可是想赶我走？秀才媳妇，不是我要逼你走，你这房子也没了，那地保还在四处找你，是这日子，是这年月逼你走啊！你带着孩子去投奔秀才吧。我怕去了也寻不着，反而麻烦。你去哪儿都比在这儿强啊！三姑，三姑，三姑还真得赶你走。你留在这儿，不仅会害了你们陈家，也会害了三姑的家呀。三姑，我知道那地宝可恶，不能让他害了三姑你呀。正是正是，是三姑赶你走，三姑赶你走的，你走吧。三姑，我知道你赶香莲走是为了香莲好，我代陈家谢谢您了。东哥川妹，跟三姑奶奶告别。干奶奶，再见。到了京城，好好和你相公过日子，不要惦记你三姑。三姑，快走，趁着天黑快走吧，走啊，走啊，走。娘，我们还能再回家吗？我们去京城找爹，有爹的家才是家。
娘，爹一定在京城住好大好大的房子，是不是啊？你爹啊，一定考取了功名，等着我们呢。走吧。娘，我睁不开眼了。沙子进眼睛了吗？这怎么样？好了吗？还是疼。好了吗？累了吧？不累。这都跑了三天三夜了，能不累吗？如果前面有客栈，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下好吗？好，韩大哥，我们比比看，谁先到陈家庄？驾！驾！想爹，我也想爹爹。要是爹和奶奶在就好了。我也很想奶奶。奶奶一直跟我们在一起，她会保佑我们的。很快就见到爹了。庞文定会借驸马一事，闹个天翻地覆。须得尽快找个由头，搬他一道才是。恩师，进来。学生叩见恩师。哎，起来吧。谢恩师。状元郎今日升任御史台监察使，真是春风得意，可喜可贺呀。学生不敢当，全凭圣上眷顾与恩师提携。对了，恩师，不知今天换学生来有何贵干？坐吧。师妹，这驸马之事拖至今日，万望恩师恕罪。师妹，为师已一口应下美约，心中实在是苦不堪言呢。你且答应为师，莫要在旁人面前吐露拒绝之意。此事能拖就拖吧。谢恩师成全，但是此事必须解决。恩师可有良策？那庞文定会借机巡视，须得尽快找到他的罪证才是。你既升任监察使，负责监督天下官员，你就有责任向圣上禀报，此乃是你的职责所在。你对庞文有什么想法？实不相瞒，世美先父乃是汉宣书院前任院正陈寻。你乃是陈寻之子？没错。那庞文勾结秦孝儒，栽赃陷害家父，
先父为官清廉，却生生含冤而死，所以师妹与庞家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此话当真？若有一句虚言，叫师妹死无葬身之地。好，好，好啊！你速去查明此案的证据，借此机会扳倒庞文，为师也一定会见机行事，帮助你的。恩师，此事乃学生的私仇，如果学生去弹劾庞文，恐怕难逃公报私仇之嫌呢。若是此案当真，你身为监察使，便有责任向圣上禀报，你何必拘泥于此呢？恩师，此事不妥，学生恕难从命，请恩师谅解。你左一个不妥，右一个为难，我如此帮你，你却恕犯与老夫作对，你我徒有师徒之名，难道当了监察使你就不认这个老师了吗？恩师过虑了，恩师对学生的大恩大德，学生铭记在心，可是学生总不能因公干之名而行私怨之实啊。尚可，但是向圣上进谏的话，恐怕时机未到。滚！学生告退。冥顽不化，你早晚要栽跟头的。那边，弟妹，陈夫人，陈夫人，弟妹，弟妹，陈夫人，弟妹。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娘，我们到外公家里去吧，到外公家里去就有吃的了。再坚持一会儿吧。啊，我们走快点，等到了外公外婆家就有吃的了。小二，走了啊！哎，地保大人慢走啊！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下次再来啊！啊，行啊，慢走。你就是陈家庄地保？啊，是啊。我们是开封府的人，向你打听几个人。大人大人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问啊。我想知道陈世美的老母亲和他妻子秦香莲的事情。啊，这陈母她早死了。他死了以后就埋在这河对岸的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啊，我真的我韩大哥。那秦香莲和那两个孩子呢？秦香莲为了给他老母亲买药，上山采药的时候不小心
摔到悬崖下摔死了，还有两个孩子好像跟着一块去的，也没看见下来。干嘛的？麻烦你跟老爷禀报一下，就说女儿香莲回来了。疯婆子，你想骗吃骗喝了吧？我们家老爷哪有什么女儿啊？香莲臭莲的。啊，大哥。滚！滚呐！走走，滚！小姐。你快吩咐厨房做些好吃的，别忘了烧些洗澡水，给小姐、孙少爷、孙小姐准备些干净衣服，快去吧。啊，知道了，我这就去办。小姐，这段日子老夫人没有精力管理家里的事儿，老爷又向来不问内务，所以家里上下大小事情都由我来打点，开始还老出错，现在都习惯了。小巧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嗯，老夫人和老爷对小巧视如己出，小巧也只能做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来报答他们了。小巧啊，我的那个香包呢？香莲。香莲，娘，孩子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，孩子，娘。娘，娘！若是此案当真，监察使便有义务向圣上禀报。你何必拘泥于此间？状元爷，啊，几个厢房都已经收拾妥当了，老夫人怕闹，安排得偏一些。好好好，我与夫人的房间已按照您的意思布置成了新房的样式，夫人一行回府就可入住。有劳了，夫人。哎，夫人，老爷回来了。哦，老爷，爹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东哥、春妹，快给外公磕头。
家也被大水给冲毁了。那陈世美上京赶考也没有消息，他走投无路来到省城。哎，你就让他住一段时间吧，我们不收留他，他们母子就无处去了呀。爹爹若是不能收留女儿，女儿可以马上走。不，老爷。哎，这是什么话？爹已经对不起你了，爹怎么可能看着自己的女儿走上绝路呢？既然来了，就在家多住些日子吧。啊，你看她都瘦成这个样子了。爹。哎，小巧，吩咐厨房开饭。哎，小姐啊，不，陈夫人都饿了。爹，别再戏谑女儿了。哎，这怎么叫戏谑呢？哎呀，你入陈家那是为父亲还债，我要是再不同意，那我就太不通情达理了。哎，小巧，哎，跟家里的人说，以后府内上下都不要叫小姐了，要叫陈夫人。嗯，是，老爷，我知道了。也不知相公考上功名没有。相公，你可知我母子如今的境况？你的境况又如何呢？老爷啊，你这次怎么对香莲如此宽容啊？怎么连她嫁进陈家的事情都不追究了？我倒是想追究来着，可有用吗？你在外面熟人多。哎，赶明儿托人打听打听陈世美的消息。不用打听，陈世美已然已经状元及第，还获封御史台监察使了。状元，真好看。东哥，春妹，糖好不好吃啊？好吃多吃一点啊。香莲娘，世美她高中状元了。真的啊，我相公他。傻孩子，还不相信啊？你爹爹告诉我的。真的？那爹爹昨天怎么不告诉我？哎呀，你爹呀，昨日看见你高兴就忘了，他晚上告诉我的。孩子，娘，娘，娘，疼。娘，你别哭，是不是想吃的了？我给你拿肉包子吃。娘，别哭了，糖甜甜的，吃了就不哭了。傻孩子，你们爹爹高中了呀？你们爹爹十年寒窗无人问津，如今一举成名，天下皆知呀。哎呀，世美啊，总算有出息了，也不辜负你的一片苦心了。朝在山野为草民，暮入朝堂拜天子。世美那样的才学，我就知道定会有这样一天的。是啊，你们一家总算苦尽甘来了。娘，我想尽快收拾行李去京城找相公，要不然他会寻回军州就找不到我了。啊，
娘，你和爹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香莲呐，以前你爹是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，但是你们毕竟是亲父女，这趟你到京城可要到世美面前多为她美言几句啊。美言几句？哎呀，世美如今官居监察使，哎，秦陈两家有世仇啊。娘，我婆婆去世的时候就跟我说过，既然我已经嫁入陈家，陈秦两家的旧怨就一笔勾销了。请爹爹放心，世美再也不会追究了。若是爹爹还不放心，香莲就尽早上京吧。哦，好好。去。韩爷，包姑娘。二弟在吗？在，在。走。哎，大哥，包姑娘。哎呀，有劳二位了，正巧把厢房刚刚收拾好，你们就回来了。香莲他们呢？啊，我知道，去更衣了。怎么了？啊？哎？啊？究竟怎么了？啊？包姑娘，我大哥，你们倒是说话呀！啊，二弟。我跟你说，你千万别激动，好不好？来，兄弟，伯母年事已高，进了军州大水，身体日渐衰弱，不久前去世了。身体一向都很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二弟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啊，节哀。娘啊，孩儿不孝。孩儿不孝啊，我娘一辈子的心愿就是希望我考出功名，如今功成名就，他去你们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二弟，还有弟妹，我知道香莲应该在家里为我娘守孝吧。香莲，你真是个好媳妇。改天吧，我亲自去接他们回来。
陈大哥。包姑娘，这一路上辛苦你了，我陪二弟就行了，你先恢复吧。陈大哥，你娘子为了帮婆婆治病到处借钱，为了还债，她带着两个孩子上山采药时不是掉入悬崖去世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离开一段时间而已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我干嘛要考状元？我干嘛要考状元？我不考了，不考，不考了，不考了，兄弟。是你骗我，大哥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。二弟，你听我说，怪就怪老天无眼，造化弄人呢。为什么你也骗我？好，你说他死了，他埋在哪里？我要去见他。他已经掉到悬崖下面，找不到尸首了。哎，二弟，陈大哥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二弟，陈大哥，陈大哥！你想找他们去是吗？好，从这里跳下去。跳下去就找到他们了，跳啊！辽河相连，他们都已经不在，我在这偷生还有什么意义？还有什么意义？二弟，你不要忘记，你的家仇还没有报，你现在有脸下去和他们见面吗？他可以当做你，当做你继续活下去的理由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当有仇报仇，有恩报恩。你大仇未报，现在还不是去见他们的时候，你明不明白？去见他们，如果不是庞文勾结秦孝儒陷害我爹，这一切不会发生。如果不是庞虎污蔑，我不会被终身禁考，也不会在水患之年离家。我娘，我娘子，孩子们，你不会死。秦小璐，你们等着！花儿落了，人儿走了，心儿痛了，泪儿尽了，爱也远了。那是谁的泪？七尺里破碎，那是谁的罪？美酒总是世人醉，酒醉心却更累。春雨消失的美丽，失去了才珍贵。到底怎样才算对？我失去
安稳，愿灰飞烟灭，那是谁的干脆？谎言总是使人